월간 명언 속 좋은 중국어 6월호 1.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 알고 있는 사람은 잘하는 사람보다 못하고 잘하는 사람은 즐기는 사람을 넘어설 수 없다. 공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 2.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세상에서 가장 즐거운 일은 꿈을 위해 노력하는 것보다 더한 것은 없다. 소크라테스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3.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是觉悟市民组织的力量。卢武铉 민주주의 최후의 보루는 깨어있는 시민의 조직된 힘이다. 노무현 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是觉悟市民组织的力量。卢武铉 4.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시간은 마치 스펀지 속의 물과 같아서 짜내려고만 하면 결국 항상 생긴다. 루쉰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5.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龙应台 수행의 길은 항상 외로워요. 왜냐하면 지혜는 반드시 고독을 통해 오니까요. 롱잉타이 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龙应台 6.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托尔斯泰 인생의 가치는 결코 시간이 아닌 깊이로 가늠하는 것이다. 톨스토이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托尔斯泰 7.比起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读书的好习惯更加重要。比尔盖茨 하버드 대학의 졸업장보다 독서라는 좋은 습관이 더욱 중요하다. 빌 게이츠 比起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 读书的好习惯更加重要。比尔盖茨 8.对政治漠不关心，其后果便是我们最终被恶人所管制。柏拉图 정치를 외면한 가장 큰 대가는 가장 저질스러운 인간들에게 지배당하는 것이다. 플라톤 对政治漠不关心，其后果便是我们最终被恶人所管制。 柏拉图 9.如果不把过去的错误定罪，那就是对未来犯罪的煽动。阿尔贝·加缪 과거의 잘못을 단죄하지 않는다면 그것은 미래의 범죄에 용기를 주는 것이다. 알베르 까뮈 如果不把过去的错误定罪，那就是对未来犯罪的煽动。阿尔贝·加缪 10.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何其芳 사랑은 원래 나뭇잎과 같아서 인간의 소홀함 속에 푸르게 되고 인내 속에 꽃봉우리를 피운다. 허치팡 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何其芳 11.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可以了。林语堂 한 사람을 진정 이해하고 싶다면 그가 여가 시간을 어떻게 활용하는지 보면 된다. 린위탕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可以了。林语堂 12.
有了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很多事，就是无法用钱来买青春。内森·雷蒙德。돈이있다면이세상에서할수있는일이매우많지만돈으로청춘을살수있는방법은없다나단·레드몬드有了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很多事，就是无法用钱来买青春。内森·雷蒙德。13，仔细看才会发现漂亮，看得久了才会发现可爱。你也是这样，罗泰柱。자세히보아야예쁘다오래보아야사랑스럽다너도그렇다나태주仔细看才会发现漂亮看得久了才会发现可爱你也是这样罗泰柱14坚持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时间会告诉你你的选择正确与否金星당신은자신의일을꾸준히하면그만이다시간이당신의선택이옳았는지말해줄것이다진심坚持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时间会告诉你你的选择正确与否金星15生活永远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莫泊桑삶은영원히우리의생각만큼좋지는않지만우리가상상한것만큼나쁘지도않다모파상生活永远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莫泊桑16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可悲的是很多人渐渐都成了盗版韩寒모든사람은다오리지널로태어난다너무마음아픈사실은수많은사람들이점점해적판이되어간다는것이다한한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可悲的是很多人渐渐都成了盗版韩寒17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아름다움은어디에나있다우리의눈에는아름다움이부족한것이아니라아름다움을발견하는안목이부족할뿐이다로댕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18乐观的人在每个危机里看到机会悲观的人在每个机会里看见危机丘吉尔낙관적인사람은위기속에서기회를보고비관적인사람은위기속에서위기를본다윈스턴처칠乐观的人在每个危机里看到机会悲观的人在每个机会里看见危机丘吉尔19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林肯국가가당신을위해무엇을해줄수있는지묻지말고당신이국가를위해무엇을할수있는지물어보라林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林肯20聪明是智慧的天敌傻瓜用嘴讲话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智慧的人用心讲话马云똑똑함은지혜의천적이다바보는입으로말을하고똑똑한사람은머리로말을하고지혜로운사람은마음으로말을한다마윈聪明是智慧的天敌傻瓜用嘴讲话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智慧的人用心讲话马云21
有人说时间是最妙的疗伤药，此话没说对，反正时间不是药，药在时间里。木心。시간은최고의상처치유제라고말한사람이있다이말은맞지않다어쨌든시간은약이아니고약은시간속에있다무신有人说时间是最妙的疗伤药此话没说对反正时间不是药药在时间里木心22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雨果。세상에서가장넓은것은바다이고바다보다더넓은것은하늘이며하늘보다더넓은것은사람의가슴이다빅토르위고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雨果。23，死亡只是一个过程的结束，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无惧死亡，才会更明白生命的意义。李小龙。죽음은단지한과정의마무리이자새로운과정의시작일뿐이다죽음을두려워하지않아야인생의의미를진정깨달을수있다이소룡死亡只是一个过程的结束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无惧死亡才会更明白生命的意义李小龙24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만년은너무길다눈앞의시간을놓치지마라겸손은사람을발전시키고교만은사람을퇴보시킨다우리는영원히이진리를기억해야한다마오저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25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인간의생명은유한하지만인민을위하여봉사하는것은무한하다나는유한한생명을무한한인민을위한봉사에바칠것이다레이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26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不要为明天烦恼要努力地活在今天这一刻林清玄오늘은오늘의낙엽을다치운다내일의낙엽은오늘떨어지지않는다내일때문에고민하지말고오늘의매순간을열심히살아야한다린칭쉔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不要为明天烦恼要努力地活在今天这一刻林清玄27把情绪克制下来把心情平静下来把秘密收进心里把微笑打开要相信没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周国平감정은절제합니다마음은평온하게합니다비밀은마음에담아둡니다미소를지어요믿으세요넘어서지못할어떠한난관도없습니다저우거핑把情绪克制下来把心情平静下来把秘密收进心里把微笑打开
要相信没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周国平。28，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达尔文。살아남을수있는종은결코강한것도가장영리한것도아니다바로변화에빠르게반응하는종이다다윈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达尔文29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往往比99%的汗水来得重要。爱迪生。천재는 1% 의영감에 99% 의땀을더한것이다그런데그 1% 의영감이종종 99% 의노력보다더중요할때가있다에디슨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往往比99%的汗水来得重要。爱迪生。30，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没有理由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史蒂夫·乔布斯당신의시간은유한해요다른사람을위해살지마세요도그마에갇히거나다른사람의관념속에살지마세요당신의마음속의외침을듣지않을이유가없어요스티브잡스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没有理由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史蒂夫·乔布斯끝